收拾一下，回去做早餐。哎，好的。梁亮，小圈，俩 K， 哈哈，你输了。哎，干啥玩意儿？凭啥又输？哎，你别急啊，咱们还是老规矩，谁输的多谁交外卖的钱，只不过都统一记在你脸上而已。这边呢是你输的，这边呢是我输的。是不是队长？哼，对，这样也是便于统计嘛。哎，你说牧瑶怎么还不回来呀？三缺一真不爽。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上周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说要分手呢？牧瑶，你也别太难过了。队长，你说这事还能挽回来吗？嗯？有我们办不到的事情吗？有吗？哎，要不咱们拍段木瑶感人至深的表白寄给小雨，他看了一定会感动。拉倒吧，你就知道拍片，我可跟你说，拍片不是万能的，要不咋说你现在还是光棍呢。行了行了，你们两个拉倒吧。木瑶，你有什么想法？我要去南京，我要去问问他究竟是怎么想的。他不是那种突然就变心的人，一定有什么特殊情况，我要去问个清楚。你们觉得呢？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走至少就一个礼拜，就算能逃过上课的点名，万一被辅导员那边知道了，也肯定会有麻烦的。我明白，没那么容易走。而且除了你们几个，我不想让其他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哎，外卖来了，开门去。哎，要不这么着吧，听说现在克隆技术挺发达的，咱就给克隆一个。哎，你们要的外卖。天哪，难道是我失散多年的兄弟？伟大的发现，绝佳的素材，我要拍下来。哎呀妈呀，咱还真有克隆人呢。冷静，队长要冷静，冷静。咦，屋里这人咋瞅这么眼熟呢？地址没错吧？是你们要的外卖吧？呵呵，哥们儿，咱商量个买卖。什么买卖啊？这外卖不打折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这是。是这样，你跟我长得那么像，现在我有急事必须到南京，但是学校这边走不开，所以希望你替我一段时间，可以吗？哎，我说这个人哪跟我长得这么像，还真是。哎，你们瞅瞅。我们早看出来了。哎，你同意不？就一周可以吧？哎，你一周挣多少钱？麻烦你那边请个假，我们给你工钱。哎，不行不行，现在找工作这么不容易，我要一星期不去肯定不行。哎，哥们儿，做人不能那么死板，体验一下大学生活不也是一种乐趣吗？兄弟，他要是不去跟对象黄了，兄弟啥也别说了，帮帮忙。嗯，行。哎，
把饭钱先交了吧，40啊，一分都不能少啊。哎，钱啊，钱我这有。哎，谢了，先给你100吧。我不要你们的钱，40是饭钱，我得赶紧回去交了。我是个高考的网生，特别羡慕你们这些大学生能到你们这个学校来当一周学生，我也挺高兴的，就都听你们的吧。木瑶，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订今儿晚上机票啊。那我就先回店里了，明天早上我再过来啊。一定来啊，别忘了啊。哎，好。高原到，田野到，牧瑶，牧瑶，队长，牧瑶不是去南京去了吗？瞅你这记性。啊，对对，队长，瞅我这记性。哎，队长，点你名字咋不吭声呢？啊！哎，队长，你得向新队员介绍一下你自己啊。哎呀妈呀，这几年活交给我行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规划我们宿舍生活日理万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任天远任队长。换句话说，我们都跟班的。哎，你有啥事跟我们队长说哈，肯定错不了，知道不？什么队长不队长的，那都是承蒙江湖上的兄弟抬爱给的称呼。咱们现在进入正题，赵凯，为了让你尽快的适应清华的生活，我们决定对你进行特训。从现在开始，你的身份就是清华大学机械系G39班的学生木瑶。兄弟们，今后的一周内，我们将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突发情况，但在我们周密的计划下，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们的目标是让你全面了解清华的一切，从课堂、礼堂、荷堂、食堂到澡堂，你要懂得，在清华的课堂里，占座不是一场战争，但残酷性远胜于一场战争。你要记住，在清华的礼堂里，我们班级都有谁靠什么节目得到过大家的掌声。你要知道，在清华的荷塘边，曾经写下那篇著名的《荷塘月色》的人不是朱元璋，而是朱自清。你要理解，在清华的食堂里，两份一两的米饭永远比一份三两的能让你吃得撑。你要小心，在清华的澡堂里，你往碎纸机里扔的一定是澡票，而不是你的学生证。好，以上就是一些需要熟悉的男同学的情况，下面着重介绍一下女同学的情况。哎，你干嘛呢？注意力集中啊。女生你可得注意点，出于她们天生的敏感，在她们面前你很可能会露出马脚。哎，韩可，你盯谁看呢？没有啊，我可是天生敏感的哟，你呀瞒不过我的。哎，天野，你怎么净盯着女生看啊？给人家讲呢。哎，你看这个啊，这个叫叶小小，是女生中最精灵古怪的一个。你就招了吧。再看你们家天远呗。啊嚏。同时这个是我们队长的领导，等队长不在跟你细说。旁边的这个吧，妹妹主动一点吧，他们要怎么反应。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想法，我还是顺其自然吧。自然？你以为他是白灵啊？哎，熄灯了，睡觉吧。嗯。
抓紧时间听啊，一会儿就熄灯了。这最后一个，哎，同学们，晚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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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妈呀，你这干啥呀？进来也不吱个声，不然下回好歹咋办啊？哎，同学们，我有一件重要、振奋人心的事情要宣布。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班长？嗯，对，就是他，很有特点，见死就不会忘。哎，同学们，明天就是我们清华万众瞩目。万人期待。班长，简短，要熄灯了。好，简短。后天就是我们清华的女生节，未来咱班几位活泼可爱又招人喜欢的女生。我说班长，能不能别这么磨叽？我们正忙着特训。啊？特什么？特别准备后天咱们的女生节呢。我们这不是正商量一下怎么表达咱们的心意吗？还没商量出来呢。你们不用听，我替你们想好，我要为咱班级的女生买好大一束玫瑰花，玫瑰花哦！哎，就买花的任务就交给你们宿舍喽。哎，不是我说，班长，你怎么有好事不想着我们呢？就干着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哎，送花我们去行不行？好，看见没有？辅导员刚给的红旗，每班一面。本来觉得你们寝室绝不可，刚才对面寝室问我要，我还没给呢，现在就送过去。哎，红旗留下，明天我们去。对，我们去。哎，我说吧，还是你们宿舍绝无功。行，这事就交给你们了，不要让我失望哦。啊！熄灯了。行，那我走了。哎呀，我刚才好像还没来得及记住最后一个女生长什么样子呢。对呀，班长这家伙早不来晚不来，偏这时候来，这不耽误事儿吗？大家不要慌，咱们以后再认。我们来制定一下明天买花的计划。带钱了没有？啊，没有啊，怎么了？我兜里一分钱都没剩下，把咱们回去坐车的钱都用了。哎，别急，咱这么多花呢，随便找个人卖两束不就有了吗？哎，不错，有前途。哎，看那边，就他俩了，你上。我，哎，我，哎，别怕，我教你，就这么说就行了。他们来了，快去！哥，给姐姐买束花吧，你看姐姐多漂亮啊！是啊，多漂亮啊！川浩，我觉得他们不像好人。雨涵，咱们走吧，别理他。说什么呢？谁不像好人了？瞅你们两餐，不就4块钱吗？我还不信今天咱们回不去了。别急，你看看包里还有钱吗？什么也没有。就昨天班长给我这个破红旗。红旗。哎，对了，队长，你看见那边没人看着自行车了吗？我有个主意。嗯，不错，有前途，孺子可教。哎，队长，还差多少啊？3.6块，还差4毛钱。哎，我说赵凯，不，牧瑶，没想到你这脑子还挺好使的。还能想出这主意。哎，两毛，看着没有，这么一会儿就3.8块了，还差2毛钱。哎，最后2毛你来爽，我去那边看看站牌，来人就收，你别紧张，来把花给我，千万别辜负组织对你的信任啊。哎，收费，2毛钱。哎，我记得这儿不是没人收钱的吗？怎么没人收啊？现在加强管理了，赶紧交，就2毛钱。哎，牧羊，什么时候来这儿兼职了？我没有啊，我，你是我。哎，你也不用装作不认识我吧。哎，怎么样？收着没有？我哎，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我为您直播的2020年清华大学女生节实况。大家知道，我们班级男生每年女生节都会有班级女生献上鲜艳的玫瑰，而今年他的创意可谓是前所未有。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创意呢？没有广告，请直接收看。目标出现，咱班女生已经出来了，准备行动。牧羊，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赶快出来吧。我的天，你怎么总揽着遭罪不露脸的活啊？哎，你咋弄的呢？你们看着点。我也不想这样啊，可听队长说，昨天收自行车费时遇到的女生是咱们班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见他就脸红说不出话。哎，我还是把头套戴上吧。赶紧把你头翻过来，你别怕，见着女生送花就行。哎，对咱班女生可得热情点啊。哎，那个傻乎乎的家伙，莫非是牧瑶？啊？牧羊，你怎么了？牧羊，你怎么总躲着我？谁要你的花？你不用总躲着我，我走就是了。我怎么觉得牧瑶最近有点不太对劲儿呢？啊，我还觉得你最近不大对劲儿了，你怎么老找我牧瑶的茬啊？谁找茬了？他只跟韩哥一天到晚不开心，想帮帮他呀。你有意见啊？没意见。这样你也不敢？哎，你说他今天到底怎么回事？感觉怪怪的。哼，没什么事儿吧？估计过两天他肯定就好了，没事儿。哼，得了吧。算了，不讲这事了。小小，等会儿我去接个电话。喂。喂，天元。哦，是牧瑶啊。嗯，是我。你总算来电话了。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啊？哥们这几天头都大了。我可能暂时还不能回去。啊？你说什么？到底出什么事了？队长，你别问了。再撑两天吧，你别打电话找我，拜托了。好好好，你先别着急啊，千万别干什么傻事儿啊。好，放心吧，再见。喂，喂，谁电话呀？神神秘秘的，还躲着我。哎，没谁，真没谁。我刚跟你说牧瑶了，他打的，怎么了？哼，没有没有。哎，刚才话的意思是说，韩可对牧瑶真有意思。你这猪头才发现啊，就你这样还当宿舍长，难怪你们宿舍一个个都神经兮兮，真是冰搓搓一个，叫做搓一窝。就这样，不错不错。不错啥呢？大意思。同志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牧瑶肯定是被小雨给无条件的甩了，他现在的心情肯定是极度的郁闷，以至于不想回学校，
而是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作为他的好兄弟，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的办法帮助他减轻痛苦。你们说该怎么办？嗯，队长以前说过，忘记失恋的痛苦，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以热恋的幸福。瞅你这话说的，人家不刚失恋吗？咋还能热恋呢？说你笨，你还真来劲了。我的意思是找人替补。这玩意儿还能替补呀？谁呀？根据可靠情报，韩可对慕瑶是有感觉的。哦，我们不妨指导一下，让赵凯出面追到韩可，这样慕瑶一回北京，就会有一段新的甜蜜的爱情等待着他，他心里的伤会很快痊愈的。哎呀妈呀，不愧是咱队长呀，这点都能想出来，绝了！可是赵凯能同意吗？露露馅怎么办？现在是非常时期，只能出此下策了。他回来了，高原，你到，你去说服他。我。嗯，你们在干嘛呢？哎，你回来了。那什么，那个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空。就是反正这事儿吧，其实也挺麻烦的，就是大概我不答应你们再多待两天了吗？有啥事儿直说就行了，干嘛要弄弯子呢？你得追到韩可。你说啥？事情是这样，行，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一想起他，我头都大了，烦死了。不会吧，我一见他就腿软，不行啊。啥玩意儿行不行啊，有哥姐帮你撑着呢，咱可都是身经百战的，是吧队长？嗯。我看呀，你得找他好好谈谈，说明白就好啦，再这样我都看不下去了。不，我才不找他谈呢，想起他样子我就不爽。他最近怎么这么奇怪啊？可我还是心里发虚啊。其实他是很喜欢慕瑶的，这女生一旦真喜欢上一个男生是很好糊弄的，所以你不用太担心。嗯，看我们队长跟小小简直是模范，一定得借鉴。嗯，不错，所以你在他面前一定得表现得主动点，男生嘛。放心吧，我会时刻仔细帮你观察他的举动的。来，咱们商量点具体措施。好，为了大家对我的信任，更为了那个长得像我的兄弟，我一定努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意外情况，我都。各位同学，明天杨老师课可要随堂测验，大家准备好了一定要来啊，一定要啊。刚才说困难，这困难马上就来了。这种东西我怎么看得完呀？再说我也没学过，这看了不也白看吗？别紧张别紧张，别整个蛋蛋的您头似的，不就随堂测试吗？行了行了，你别哄他了，咱们那老师可是清华名捕之首啊，他的随堂测验比别的科期末考试都严，你要是平时不好好学，落在他手里那是非死即伤，绝无生还的可能。这老师叫什么名字呀？他就是传说中的杨不过。哎呀妈呀，而且听说他手下的四大助教人称无情、冷血、追魂、夺命，他们个个身怀绝技，眼疾手快，测验时刷刷刷刷四脚站开，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有什么不轨的行动，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呐。哎呀我的天哪，这不要慌，我们三个能过你也一定能过，明天大家坐一块儿见机行事。行了，我跟你说，咱宿舍学风平时可是杠杠的，从没做过什么不规矩的事儿。嗯，说的不错，我们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来，给你块口香糖，可以缓解紧张。别担心，会有办法的。嗯。
大哥，你别这么紧张，行不行？都传染我了，整得我一身汗。嗯。报告队长，高原准备完毕，请指示。嗯，大家做好准备，他们来了。今天的考试很简单，只有十道选择题。可能大家觉得很容易抄，但是如果被我和助教发现的话，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现在1:30，考试时间1个小时，开始发卷。哎妈呀，今天真是长见识了，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尺二啊。是啊，说当时他那个手怎么就愣是没敢伸一下。别说了，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千万别有下一次了。哎，你还得跟我们说说当时那惊心动魄的一刻你是怎么想的。当时我只见一道白光闪过，刹那间一个黑影朝我扑来，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个反手。真有你的，连作弊都这么漂亮，神捕都抓不住。也不能全靠我，主要还是大家的功劳。几天不见，你还真有出息了呢，你还好意思当个学生吗？我新人的，你过来。他作弊是不是你教唆的？要是再有下次，看我不拧向你的耳朵。很可恶。秋秋，嗯，你走。哎，你听我说啊。哎，韩可，哎。
哎，哥们儿，没事吧？说你咋骑车呢？咋不看道呢？没事，你走吧。没事啊，行，下次注意啊。行，没什么事就好，赶紧撤吧。哎呀妈呀，干啥呀，木瑶？我叫赵凯，我不是木瑶，我该回去了。哎，怎么了？怎么突然要走了？这不待的挺好的吗？是挺好的，大家对我都挺好的，但这毕竟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还是走吧。可是木瑶的事怎么办？我都到这份了，他是他，我不配在这儿当个学生。别呀！别呀！哎，同学们下午好。怎么？你要出远门呢？啊，没有，他得收拾冬天的衣服呢。对，收拾衣服。啊哈哈，是啊，天气一天天的变热，我们机械系的系运会也要开始了，这可是关系到我班集体形象和荣誉的重要关头。唉，可惜的是，我们班级一直缺乏这领域的突出人才啊，一直落后于其他兄弟班级，尤其是在5000米这一项，从来没人敢报，工作成绩那是一片空白啊。唉，没人报，就我来吧。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班同学感谢你呀。我知道你跑得快，可是比成绩更重要的那是精神呐。就这么定了。很好很好，真是太感人了。那啥玩意儿，我有事儿没整明白，能问下不？你不是要走吗？咋又报5000米了呢？没什么，大家都照顾我这么多天了，给咱们班尽点力也是应该的。我争取为班级、为自己都争口气吧。队长，咱们宿舍挺积极，不光木瑶报了5000米，连我这跳远啊也为咱们班争光了。拉倒吧你，都没跳到沙坑里，还在装模作样倒沙子。拿过来，这段我得洗了。你们俩别闹了，5000米马上就开始了。男子5000米的比赛开始了，一发枪就领先，行啊！选手们进入了第二圈，木瑶的领先优势逐渐在扩大。这小子最近练过。好，比赛进入了第三圈，木瑶同学依然一马。他怎么没看出来呢？加油！进入第四圈，木瑶的优势仍然很大。我的娘啊！难道真要创造历史了吗？加油！我服了，连摔倒都那么有趣。摔倒了？木瑶，别扶我，就是抽筋了，还能跑？哎呀，我想起来了，他腿前天被人撞了，还没好呢。啊！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各位同学大家好，这里是G39班的叶小小同学为你从前线发来的报道。
今天我班著名长跑选手穆瑶获得了金牌，在这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听听各位同学有什么看法。首先让我们采访一下班长同学，看看他有什么想法。各位同学，我今天很激动，这是我们班级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盛事啊。说句心里话，学生工作不好做，班级工作那是更不好做，不容易啊。感谢各级领导对我班体育的支持和培养，感谢各兄弟班级对我班体育的关心和帮助，感谢学生会为我班提供了新会这样一个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感谢谢谢班长热情洋溢的演出。哎，我还没说完呢。接下来我们采访一下穆瑶所在寝室的寝室长任天远同学。今天我只有一句话想对我的好兄弟说，那就是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对自己充满信心，总会有一天你会得到身边所有人的认同，相信我，没错的。接下来我们来采访一下穆瑶同学的室友田野同学，看看他有什么想说的。要说我和穆瑶吧，那可是多少年生死交情的好兄弟，今天得第一我一点都不奇怪，我老早就看出这孩子有出息，不仅跑得快，而且读书多，特有文化，特有素质，要说男一书架上书吧什么特别上档次，人家看过哈姆雷特，我连哈利波特都没看过，就没想到多学习啊。最后一句话，兄弟你真行，谢谢。下面我们来采访一下韩可同学，看他对穆瑶这次夺冠有什么想法。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夺得冠军当然为他高兴，祝贺他。其次我想借这个机会对他说一声对不起，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些对他产生了一些误会。我想说的是他还是我心目中原来那个他。那谢谢韩可同学。观众朋友们，你们有什么要对穆瑶说呢？不管是联通用户还是移动用户，都请发送短信直接到他的手机。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观看。哎，等会儿摄像为什么没有发言权啊？我也要说两句。哎，好像反了。干！刚喝多少就不行了，再来点，大家今天多高兴呀！最高兴就咱们班长了，你看今天下午，学生工作不好做，班级工作更不好做，搞跟他跑了5000米似的。拉倒吧，他能跑50米就不错了。他能跑50米，体育课上我见过。不过还是我们穆瑶牛，能跑5000米还能得第一。哎，我说，你家不是在农村吗？怎么练的长跑？我跟你们说，上小学那会�儿，我每天要走10几里路到乡里，怕迟到，都是跑着去的，天天如此。后来啊，这村里的孩子就没人能追得上我了。哎呀妈，你倒是行呀，就这样就练出来了。等老兄我以后有了儿子，也跟着你去练长跑，你一定要当我教练啊。等你有儿子，就冲你这身板，能跑人家这速度。我跟你们说，会跑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家养鸡也会跑，你们能上大学，这才是真的了不起。兄弟，我跟你说，你这话不对。干什么不出状元？一个人不管他身份是什么样的，只要自己努力，自己争气，就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你说是不是？咱重要的是要活得明白，不能糊里糊涂的过。对，队长这句话说的对，无论是念书还是跑步，什么咱都得往好里弄，得有志气，咱才活得有意思。我知道，能跑其实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只要一直坚持，就准错不了。兄弟们，真的谢谢你们，能认识你们真是太不容易了。来，干！干！哎，他走不走了？
瞧你问这话，哥几个感情这么好，什么走不走的，是吧？这个牧羊真够倒霉的，脚伤完了又感冒了，昨天没事，今天倒一病不起了。他是因为这两天过度运动才会这样的。哎，瞧你急的，等等啊，我先去打探一下。快来快来，就他一个人在，任天元和他两个土根班已经被我撵走了，你现在去见你的白马王子吧。我闪啦。我来看你了。最近这么多活动，难怪你要生病了。以前你都是组织活动的，还以为你是怕上场丢人呢。真希望能和你们分享生活所有的快乐，特别是你。好好休息吧，拜拜。哎，你们几个干嘛呢？快进来。你个榆木脑袋，人家韩可明明是来看你的，你装什么睡呀？我人家哪有这意思呀，别瞎说了。你努力呀，看我们几个忙活一天了，连作业都没得写。啊，有作业？啥作业啊？哎，你不知道呀，今天要教随机数学。哎呀，坏了，战略失误，忘了这茬了。是不是时间已经过了？我得赶紧给课代表打个电话。喂，蚂蚱，随机数学作业你交给老师了吗？啊，已经交了，那怎么办啊？什么？老师说10点之前交，他还在，就不算迟交。那好，那我们尽快。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行动啊！哎，小小，是不是都做完了？给我们几个讲讲呗，我们可全都靠你了。要不这一会儿哪能做得完啊，是吧？哼，没用的男人们，赶紧拿出。哎，我这有，我这有。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今天晚上开个班会，大家赶紧到对门会议室，赶紧赶紧赶紧啊。大哥，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节骨眼来，你不是让人交不上作业吗你？你们干什么？是不是抄作业啊？是不是抄作业？是不是抄作业啊？你们这样很危险，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我跟你们讲3点，这第一点就是关于完成作业这种东西。哎哎，谁说我们要抄作业了？去开会，去开会。哎，走吧走吧，在这还不让你给磨叽死。哎，这样就对了。看来大家的觉悟还是很高的，赶紧过来哦，要有效率哦。时间不等人哦。今天这个班会的主要内容，我前面已经讲了。是辅导员交给我们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是去植物园新建的园区植树。关于具体的人员分工安排，我一会儿再讲。首先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件事情的自然意义和社会意义。看，他再讲一个小时也完不了，我们作业估计是要泡汤了。你也不服，咱们出去一下。好，队长，知道了，等你消息。嗯。我们今天这个班会啊，哎，班长，班长，我肚子有点疼，先出去一下啊。快去快回哦，要有效率哦，时间不等人哦。我们接着讲啊，这个班会这件事。让我想想这话怎么说。对，就是他了。各位同学，大家好，这里是清华大学校务办公室。所以说，植树这件事看起来是件小事，
但分析起来呢，咦，又不是已经消失，所以我们要以小见大，透过现象看本质。还有点变声，听不出来是我。这段标准的男中音录的可是相当的不错。所以啊，我们要清楚这件事情的意义。对不起，接一下电话。哎，通了，走着。各位同学大家好，这里是清华大学校务办公室。30分钟前，我校某宿舍发生一起违章用电失火事件，线已被扑灭。为加强对全校同学的安全教育，现要求全校本科各班班长迅速赶往清华学堂门前集合，第一时间参观火灾现场，不得缺席。请接到电话的同学通知所在班的班长，谢谢。哎，班长，班长，刚才我回屋接到一个电话，说要组织各班班长去参观火灾现场，你们这边收着没有？同学们，现在学校有些紧急的事情需要我去处理，今天的班会就开到这里，散会。四。七。九。十。老大，你这招真是绝了，一杆子把他吃出去一个多小时。嗯，估计这会儿还在外边冻着呢。哎，咱也别太高兴了啊，没准正好班长回来就该捉拿咱们了。哼，有准备了，肯定一进来就说这是后果很严重的行为，你们知道不知道？你这是后果很严重的行为，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样耽误了多么重要的任务吗？我们班级要负责好多的小组，班会开不成，怎么分组，怎么安排时间，更重要的是怎么能让我们更好彻底的明白这次支书活动的意义呢？又怎么能让我们体会领导对这次支书活动的重视？又怎么能体现我们的工作效率和务实的作风呢？同学，我的同学们，你们有没有考虑到？班长，别说了，我们跟你去植树还不行吗？这还差不多，还好你们有一定的觉悟。行，这事就交给你们了，能拉到谁就拉到谁。这事就交给你们了。好，挤好了，挤好了，走，野炊，野炊了，耶耶耶！哎，大家快过来啊！现在为大家直播的呢，是我们班第一次户外活动。我们的班长呢，为这次活动做了周密的安排。他也说句心里话，学生工作不好做，班级工作那是更不好做，不容易。作为一个班长，为了同学们服务。吃再多苦我不在乎，受再多累我坦然面对，这就是我一个班长的心声。哎，你赶紧把我这个气球吹起来，我就想点吃的，知道不？哎，你看队长和小小他俩那样，你还记不记得他俩那天在楼底下就那样那样那样？咋不记得呢？方圆50米一个都不剩，还不是跟他俩膈应呢。哎，林梦瑶最近怎么搞的？那天看我们在楼下，怎么就给吓跑了？明明没怎么着啊。没事，你别理他，就是嫉妒。是吗？哎，你看，你看，也是，谁不嫉妒你有这么一个天真、美丽、活泼、可爱的女朋友呢？是不是？是不是？是。记得我们上次出来玩的时候，天气就没这么好，对吧？啊，上次啊，啊，是，对。哎，对了，你看慕瑶和韩可他俩多好，你给帮帮忙啊？那什么啊？
哎，这个不用你来管，我自有办法。不过没有我的意思，你不可妄自行动。看你这气球没？给你啊，你先拿着，不许跟别人说，你别问啊。回去啊，我再告诉你。哎，你俩干嘛呢？走了。哎哎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别吃了别吃了，就知道吃，过来打会儿牌。打啥呀？三缺一呀、啊。让我再吃会儿。三缺一，你说牧瑶怎么还不回来啊？瞅你这记性，他去洗澡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哎，你俩说的都是谁啊？是一人吗？到底哪个是，连我自己都弄糊涂了。喂，韩可，伞？哎，你们今天回来的时候看着韩可的伞了吗？没有啊。喂，没有啊。嗯，好，拜拜。喂，你怎么跟他们说的？啊，我说我去洗澡了，我一会儿就要回去。那个伞是不是韩可的呀？嗯嗯嗯。那你赶紧拿给他吧，要不然他该着急了。哎，我回去拿啊。哎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别急啊。韩可的伞没了。高原到，查查明儿天怎么样？不好，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气温。赶紧找把剪刀。田野，看看牧瑶的伞在不在，应该就在他包里。我还是不明白，他走的时候忘了拿伞，你直接给他不就行了吗？给我干嘛呀？你这猪头啊，这把伞要你亲自还。你知道这把伞对他可重要了，是他妈妈送的。哎呀妈呀，队长你干啥玩意儿？咋把好好的伞给捡了？你别说，听队长说。相信我，没错，我这个捡法可是有典故的，叫做东边日出西边雨，就是说把伞的一边剪坏，另一边还是好的。你别进水也没用的呀，到底要干啥呢？据可靠情报，明天的天气是阴转雨，韩可平时总爱在图书馆上自习，我们明天也安排牧瑶去那儿。上着上着天空就下起了雨，而韩可的雨伞又丢了，这时候牧瑶出现，他们两个人只能打着这一把伞回来，而这伞的一半又是漏的，那牧瑶肯定把自己放在漏的这一边。韩可看到牧瑶为了照顾自己而淋成了落汤鸡，他一定会感动的。只要你明天把这把伞还给他，就说是植物园捡到的，他一定很感动。感动？为什么要感动呢？这呆子不跟你说了。哎，要小心哦，谁要是敢把那伞弄坏一点，我就……哦，果然妙计，要不咋说人家是队长咱是小弟。个人崇拜差不多就行了。哎，赶快给收回去吧。下雨了，伞又丢了。韩可，你的伞？你怎么也在这儿啊？这伞怎么在你这儿？我，啊，对，我是知道那天你伞丢了以后，又回植物园找的。真的呀？那谢谢你。这我没关系啊，这伞应该能坚持一会儿。
我们去那边看会儿雨吧。这雨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幸亏你帮我把伞找到了。其实这把伞不是我在植物园找到的，是小小让我给你的。没关系，伞还在就好了。这伞是我小时候我妈为了鼓励我学琴给我买的。你还练过琴呢？嗯，我是从4岁生日那天就开始学琴了。学了这么多年琴，有时候瞎想，要是能办一场钢琴音乐会就好了。当然是随便瞎说说的。哦，这样啊。哎，你4岁生日就开始练琴了，那你生日什么时候呀？还有半个多月呢。还有半个多月呢。哦，对了，就是期中考试考完的那天。对不起啊，上次考试。对不起什么呀？上次肯定是特殊情况，我知道你还是很有上进心的。啊，哎，这雨好像小点了，不如我们回去吧。这伞虽然破了，但应该能起点作用。走吧。哎，干啥玩意呢？感冒了变成这样了？你也真是的，队长现在都这样了，也不能体谅体谅队长心情。哎，队长别动，我给你擦了。啊，哎呦，下手忒重了。你说小小也真是的，怎么下这么大狠手，不就把伞给搅了吗？至于吗？你说啥时候国家能制止这野蛮虐偶现象，对社会危害忒大了呀。哎，我说上面躺着呢。啊，你没事吗呢？没什么。哎，再有半个月就是韩可的生日了。嗯，咱们是不是该表示一下？你看队长现在都这样了，哪有心情管那事儿？没看出来你对这事儿还挺上心的，这确实是个好机会。同志们，我受了伤不要紧，感情方面的正经事情不能耽误。你们说韩可生日他该送点什么好啊？送生日礼物呗。废话，就是让你们想送什么礼物。哎，高远，你不是挺会拍片子吗？咱们拍一个送给他吧。哎，好主意好主意，我一直想拍一个宣传咱们宿舍英雄事迹的片子。拉倒吧你，队长都成这熊样了，咱还英雄啥呀？整点实在的吧。哎，这样吧，咱们翻拍一个 MTV， 然后刻成光盘送给他，他肯定会喜欢的。哎，好主意，这我最拿手了。哎，那咱们选什么歌好？哎，那就来个酷点的，来个任贤齐的《橘子香水》。沿着机会一路追逐，红着眼你忍住了哼，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爱说不出，在空气中蠢蠢欲哭。不行不行不行，咱大老爷们来就来点火爆点的，
来个那什么双节轮的周杰棍。太没有浪漫气息了，咱们四个正好来一段流星雨，多有感觉。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要你相信我的爱真可爱，不行，你这过时了。老土。什么过时了？对，太土了。老土。懂艺术不？哎，队长，去那个校内网看看他喜欢的什么歌吧。哎，来看看看。哎，这不写着他喜欢的歌吗？行了，就这首了，咱们现在就。哦，过两天再拍吧。哎，我说，最近韩可对你不错呀。哎，来来来，给兄弟们讲讲准备下一步工作怎么样、啊、别瞎说，咱们先把那个 MTV 拍好，过两天还有期中考试呢，我可不想再作弊了。就让慕瑶，哎，不是赵凯，带着天野去执行任务，你不怕出什么岔子？哼，他可不简单啊！本来他一点基础也没有，拼命看了半个月的书，就能基本应付考试了。就送礼物这点小事他还搞不定，何况这不是还有我实时监控的吗？哎，队长，给我看一眼吧，给我看一眼，给我看一眼。3、2、1。哦，听蛋糕了，听蛋糕了！我要最大最大的。好。真有想法啊，韩可，你真的好幸福哦！实在是太浪漫，一点也不浪漫。哎呀，我快不行了，咋还不拿走呢？为啥你在这追姑娘，我在这遭罪呢？再找我来，谁让你不找个成点什么的啊？哎，韩可，快把礼物拿下吧。嗯，来来来，快点上电脑看看他们做什么好东西。开始了。Thank you.
를보고도헐헐외치게미치라미친듯내비를홀보름된나혼통을찍을증된내애교도보다보는듯보고다간도간돈된나가사로소순된나오세분도老大，哎，今天观众为啥这么傻？没人懂艺术。刚才 rap 唱的两眼昏花，你不懂技术。痛到现在我还没有刷牙。你拿反了。就在今天，我们队伍要出发。树木发芽，有阳光照耀。夏天人们为啥吃上西瓜？有雨露滋润。我们宿舍为啥兴旺发达？有队长领导。个人崇拜要是个二尺吗？队长，韩国的生日今年我们送上。研究一下，高原提议送出美的鲜花，多浪漫啊！也提议送只美味的烤鸭，这我喜欢。咱们的礼物得显得有文化。韩哥，嗨，愿你笑容像那天边晚霞，晚霞。愿我祝福陪你走遍天涯，天涯。愿你记住我的字字情话，情话。你就是我心中的蒙娜丽莎。还没笑够啊，咱们去 K 歌吧，我连包厢都订好了。好啊好啊，去收拾东西。我还有事得出去一下，这样吧，你们先去把房间号发我手机，一会儿去找你们。啊，你是寿星怎么能缺席呢？哎哎，你们先去吧，我过几分钟啊跟他一起去。哦，我先走了。嗯，哦，拜拜。哎，我要吃我要吃我要吃我的蛋糕，我的衣服。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啊。哎，你们没一块儿出去玩吗？因为收到那么特别的生日礼物，当然要当面感谢你了。那个 MTV 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可是照片上是你吧，我就把你当他们的代表了。为了拍这张照片，我为他们三个加起来拍了半天呢，可是笑出来还是挺傻的。不傻，就是表情太严肃了，我觉得你笑起来更好看。那也不难呀，你看就这样轻轻折三下。你上下动动看。真有意思，看吧，还是笑起来比较好看。一个男生有什么好看不好看的呢？对了，下学期有个去法国的机会，我想报名，虽然不一定能选上，但是还是试试吧。哎，你也报名吧。下学期啊，我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了。你能去哪儿啊？很难得的，就试试吧。下学期好吧，那算了吧。你们以前拍的片啊，都太无聊了。不过这次还行。哎，你的主意，哟，不错嘛。哎，你干嘛呢？是为了向那我看美女？赶紧同事招来。哼。哇，这个不错。就我一个人在，韩可出去了。喂。
该不是被牧瑶拐跑了吧？是不是你出的馊主意？没有。哎哎哎，怎么死机了？讨厌，拍的什么烂 MPV？ 我电脑都死机了，赶快给我过来修电脑，否则……听到没？哼！哎，讲到了。大哥，咱不能天黑再进来啊！说你没经验吧，天黑了就都是人。大哥英明，跟着你有肉吃。我咋觉得这有点像女生楼呢？女生楼咋了？别说女生楼，就女澡堂我也偷过。那你那次不也是趁人家锅炉坏了一个人没有才进去的吗？最后还烫一身大包。你说啥？切！大哥，我知错了，咱还是赶紧工作才是正经啊。哎哎，别动，你让那啥牛头上次在公共汽车上把人家正在听着歌的那什么 MP 什么什么三也偷了，还被人当场抓住，这么快就忘了。你还说我那次在公共汽车上你拿刀嘎人包，结果一刀拉人腿上了，结果还是个警察，当时就给咱俩抓走了。你再说一巴掌打不死你，赶紧干正事。你不怪我了吗？前些天总是让你不高兴。其实可以理解，你最近参加了那么多活动，不过你前些天真有点奇怪。可是如果的确是变了一个人呢？你还会这样看待我吗？你说什么呢？你以为电视剧啊？哎，我们走吧，他们还在等我呢。大哥，这屋子味儿咋这么好闻呢？大哥，这香味更重了。你这不中用的东西，让你进来都不知道，赶紧给解药带绑上。大哥，我心里有点发毛呢，那一会儿来人咋整啊？你说你胆子咋这么小，你拿着这个蛊毒迷魂散往人脸上那么一泼，包他几个小时都醒不过来，还会产生幻觉的，有这你怕啥？嗯，大哥，有杀气。别慌，咱都门后面。小小，我来了。人呢？啊，小小，你怎么了？谁干的？我们干的。怎么了？怎么了？你们想干什么？大哥，你想整死他呀？胡说个啥，哪能随便杀人呢？让他尝尝蛊毒迷魂散。兄弟，今天碰上哥算你倒霉，你就别怪哥不仁义了。 你别过来啊。哥呀，我咋有点晕呢？你这不仁义。这什么烟啊，真呛人。这五毒迷魂散。两位壮士，求求你放过我家小姐吧！啊！大哥，这小丫头怎么处理啊？要勒索一笔吗？
懂个啥？咱俩纵横江湖这么多年，连个压寨夫人都没有，还不让道上的兄弟们笑话？赶紧把他埋了。这个我先留着，下次给我是吧？下次要好看我还留着，要不好看就给你吧。凭啥给我不好看的呀？想造反你是不是？小心把你武功给废了。大哥，我错了，你就饶我一次吧。大哥，有杀气。偏远三剑。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大胆毛贼，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还不束手就擒？你哪儿来的熊玩意儿啊？跟我大哥面前嘚瑟，活拧了吧？你这不中用的东西，跟外人说话要用普通话。阁下想必就是名震中原的天远派的人掌门吧？呵呵，正是在下。今天既然尊驾，你别磨磨唧唧的行不？麻溜的快点动手。呀大哥，你说他们武功这么差，咋能有这么大名呢？你说你啥都不懂，咋在江湖混的？不是他们武功差，而是咱的武功已经出神入化了。大哥英明，又有杀气。不过这次咱不怕，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这次来的人好像不简单。这两个歹徒的身手之高，实在不比寻常啊。连天远三剑都败在了他们手下，此害不除，不知有多少人就会惨遭毒手。快去救那个可怜的小姑娘好不好？好。大哥，这女的长得真漂亮，要不咱把这男的杀了，把这女的给我行不？你这没用的东西，这时候还瞎想啥？他们来了。
小姑娘，小姑娘，快醒醒！别害怕，坏人已经被赶走了。你们是？小小，小小，你终于醒了，太好了！哎，那边几个也醒了。该死的家伙，踢他们两脚。对，踹他们两脚。同学们，同学们，安静一下，先听我说两句。首先呢，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我们两位见义勇为、勇气战斗的英雄表示热烈的祝贺。好，加油！现在各校园媒体记者都来到我们的班级活动室，希望能进一步了解两位英雄的情况。那么现在就由我来临时充当一下主持人，并宣布本次记者见面会开始。哎，请往这边办，谢谢。这是我办思想工作的一项重大突破，是班委会、团部与党课的学习小组坚持工作的结果，是学历同学自我提升的结果，并给了人民生生财产的重大损失，体现了我班乃至我系同学积极向上、富于正义感的精神风貌。啊，木瑶，是你啊！最近在南京怎么样？我挺好的，让你们多费心了。其实。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对，小雨他其实一个不妙的预感就这样成了现实。牧瑶告诉我，小雨只是因为病重又不想成为他的拖累才决定和他分手，只是没有想到牧瑶会立即去了南京。也许是爱情的力量吧，小雨顽强地挺了过来，他们依然相爱，并将一直这样下去。很快，我就意识到，我自作主张，干了一件可能让自己后悔一辈子的事情。我下周一早上就到北京，咱们到时候见啊！哎，对了，顺便替我谢谢我的替身。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承认我们当初对形势的估计有很大的问题，你们说该怎么办？我觉得事已至此，咱们只好实话实说了，他应该不会介意的。反正牧瑶，不是赵凯，也是咱们兄弟啊。要是光是赵凯一个人的事还好说，可是牧瑶回来了怎么办？韩可又怎么办？牧瑶根本没和小雨分手，这里边全乱了。那咋整呀？咱这不是好心吗？哎，赵凯现在在哪儿啊？班长正陪着他接受期刊的采访呢。唉，现在也没什么好的办法，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关键还是得把真的牧瑶顺利的换回来。等赵凯回来了跟他说一声吧，就说牧瑶下周一回北京，千万别提牧瑶没跟小雨分手的事儿。谁来说？那我给他发个短信行不行？哎，你们倒是说话呀。写好了，看看吧。哎，怎么发到我手机上来了？哎，你干什么了你？没干什么，就刚才屏幕按了，我就摁了两下。啊？你发送给常用联系人了？啊？都有谁啊？所有跟这事儿有关系的人，扁他。哎，记者同学，作为英雄所在班级的班长，我有很多心里话要对系里的同学说。哦，不好意思，我今天来主要还是想采访一下牧瑶同学，他本人，对不起。牧瑶同学，你再能给全系同学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吗？啊，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就不好意思啊。当时情况是这样的。韩可呀，
呀，今天那个风光死了，你们两个真让人羡慕。有什么羡慕不羡慕的？哎，还挺巧，不是收短信。什么跟什么呀？是不是发梦话呀？天元这猪头说什么木妖上周一要回北京了，可是你们什么的，肯定卡错人了。可能是木妖又想叫客长帮他签到吧。这是跟我说，想我也不用这样了。可是，如果我的确是变了一个人呢，你还会这样看待我吗？干嘛呢？啊！你给我赶紧下来！对，下来，看我怎么收拾你！队长，你就放我一马，别处理我了，我是不小心才发出去的。赶紧下来！赶紧下来！快点！赶紧下来！快点！下来！赶紧下来！你们玩什么呢？木瑶，不，赵凯，我们别说了，我明白，木瑶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我也该替他高兴才是。可是你，我能当我自己了，我也该为我自己高兴才是。对了，这事儿千万别让韩可知道了，他喜欢的是木瑶。哎，张师傅呀，我那个事儿你给我问了吗？你的那事儿吧，没介绍信肯定不行，看你这小子这么一次次的求我，我们合计了一下，可以周日晚上借你一小时，下午也得啊。不过还有个事儿我得说清楚，这个东西吧，我们有规定，得交1500块钱的租金，不交这钱呢那就没戏。啊，好的，谢谢你啊师傅。老板，还有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这点事都办不到，还当什么队长？明天你真的要走？你看我这是说什么呢？哎，你说为什么人要有名字呢？为了和人区别开呗。是啊，名字就是一个人的印记，标明了你在这世界上的位置。印记不同，即便是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也是完全不同。我的位置就是赵凯的位置，永远不会是木瑶。赵凯，其实你也很优秀。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
刚才那些话一个月以前我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的，这一个月谢谢你们，也谢谢这个校园，让我明白了很多。以后只要努力，我赵凯也会有自己的位置。我的路还要用自己的双脚来走。还有一件事情，别让韩可知道这件事情，他跟木瑶在一起会很好的。你将来怎么打算？现在我知道我该怎么走了，放心吧。喂，是你呀、啊、我知道你这两天忙，我没有怪你、啊、嗯，十点大礼堂，好，那到时候见吧。
边